刘心义在浇花，哎呀，全部都有浇到哦，哦，有浇到吗？中间那里有浇到吗？中间，对，那边那个，对，哦，对。咦，你这样跑到蚊子那里去哦？等一下，你的脚都是蚊子。有都浇到了吗？不是浇墙壁啦，要浇花啦。浇墙壁又没有喝水，哇，很像下大雨。因为我们浇花不是喷叶子，是要喷它的那个下面土那个地方，这样子才吸收得到水哦。对呀、啊。它的叶子好像你的头发一样，不会吃水啊。好了，再喷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就浇那个地方，每一个都要浇到哦。都浇到了吗？哦，那你要喷自己哦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这里有浇到了哈、哦，这个也有浇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给它关起来了。